决定权在团子这里，就看他怎么选了。你能再考虑一下？如果你是我，你会怎么选？小儿，早啊。哎，我特意煮了粥，你尝一下。不了，上班要迟到了，我先走了。不着急，我先给你请假，你先好好休息一下。来，哎，我一大早就起来做了，熬了好久，不知道你喜不喜欢。我不饿。既然你不饿的话，那我只好到……哎，算了，到了多浪费啊，我吃就是了。嗯，小孩，我们今天去约会吧。约会？嗯，今天不管你想做什么，我都陪你，好不好？随你。小可来。哎。小二，我想尝尝你那个。你不是有吗？我就是想尝尝你那个啊。嗯，好吃。小二，想看什么电影？都可以。那我们就看。要不你先忙吧，工作重要。不忙了。今天啊，陪女朋友最重要，先去看这个吧。你让小兔子啊，就乖乖睡觉了。小孩，今天玩的开心吗？还行吧。这还行吗？我手机里面可是有不少照片的。哎，你竟然拍我，删掉。好啦，不逗你了，你要乖乖睡觉喽。嗯。我一定会让他同意的，你再给我点时间。哎，好，行，我知道了。不在乎离散，不在乎圆满，你何必强人所难，别再窥探他的陪伴，还嫌不够难看。